象花烛 Shiny Iris 火鹤王火鹤后火鹤黄，数量都非常有限，大家先抢先赢哦。Hello， 大家好，我是可可机器人厂执行长陈淑英。我们非常荣幸可以承办了这一次的2022台湾热带雨林暨观叶植物精品大赏，这可是全台的第一次。那我常常在想，人的一生呢，总是要做一些大事，不一定是大事，但是总要做一些事情，所以我们就接下了这个重担。在这里呢，我要非常感谢大家拿植物来竞赛的朋友。那我参加了日本东京巨蛋蓝展，参加了非常多届。那很多人他的一生的志向，他就是要拿到那个日本大赏第一名。这个第一名呢，是一台200万的宾士跑车，再加上200万的日元奖金，是不是很吸引你呢？当然，我们这次的首奖虽然只有50,000元，但是这是我们的第一次。那我们非常感谢你拿植物来参加竞赛，你累积比较多的经验，下一届搞不好我们得到更多的赞助厂商，或许我们就有机会可以送出一辆宾士跑车，希望这也是你人生的志向。所以这次非常感谢大家，也非常希望大家尽可能的来参加全台第一次的雨林植物及观叶植物的竞赛。在这次的活动中，我们也带了很多好物给大家哦。我们有带了这些小 baby， 大家看一下，仔细看一下，这是什么？这可是 Fogedi 叫 Luxurious， 是我们首次育种成功的，是不是很美啊？那我们是非常限量，因为它的数量非常少，所以大家一定要来我们的摊位抢哦，这都很少的，抢完就没了。然后还有这个金苹果的小 baby， Propinqui 火鹤花的小 baby， Compay 的小 baby。 那我们在我们的摊位上，我们还准备了很多，当然火鹤三巨头是不可或缺的，火鹤王可都是秘卖的哦，这是火鹤后火鹤黄，但是数量都非常有限，大家先抢先赢哦。圆龟你有收集到吗？你可以现场来看来挑选。大象花烛、龙翼花烛，另外我们帮大家准备各式各样的花叶 Shiny Iris， 是不是美到不行？这种毛茸茸的感觉会不会让你非常爱它呢？亚马逊夕阳 Amazon Sunset， 我们都帮你带到会场上让你挑选哦，当然数量都非常有限的。 Crystal 水晶花叶 CF 花叶类似款，而且我们还帮你上柱了，你回去只要浇水它就越长越美丽，柱子你还可以再加一根上去，它就继续往上爬了。红彩亚马逊，各式各样的花叶都帮你准备齐全了，我们还有几颗限量版超美丽的奢华蔓，是不是看得你心痒痒的呢？你一定要来我们的摊位。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些好看给大家哦，你只要购买满1,000元，我们就送你活动马克杯。虽然你没有把冠军抱回家，你还是有冠军杯马克杯。你只要购买满3,000，我们就送你美美的植物购物袋，是不是很吸引你呢？如果你购买满5,000块，我们就送你保温杯、冠军杯，超实用的，你可以出去买热咖啡，或者是早上可以拿来一杯热水放在床边都可以用，保温杯非常好用，冠军跟着你，总有一天你等到它。另外我们还有一样更好的消息给你，也就是
你在我们这则贴文的下面 tag 三位好朋友，秀上你的票跟分享我们这则贴文，我们会办一个抽奖活动到10月15日为止。第一奖呢，我们就送你原机胶奢华，只送不卖哦，你只要花200元买票，你就可以得到这颗。第二奖呢，我们就送你超级可爱的青苹果小苗，是不是很漂亮啊？第三颗我们就送你 Propinquin 的小苗，让你回去养，然后你抽中了，请到我们摊位来领取哦。活动这3天都可以来领取，希望你能够抽中大奖。2022台湾热带雨林暨观叶植物精品大赏，等你一起来探索植物的奥妙哦。